牵绊着我。他送你送玫瑰花啊，他送你花，我只能为你制造一场花瓣鱼，一定要比他更浪漫、更唯美、更极致。极致什么呀？差点没砸死我！还有，你怎么知道他送我花的？是不是偷窥我？老实交代！我能偷窥你吗？你捧着一束破玩意儿，满大街乱窜，招摇撞骗的，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那直接进家门了。什么呀？不就一束花吗？庸俗，老套，没创意。哟，你不庸俗啊？你不老套，你有创意，你怎么不把创意用在你小女朋友身上？你跟我这起什么名？打住！再说一遍，我和她的关系不像你想象中的那样。Understand？ 我不 understand， 我只知道人都上我告状了。我觉得要是个爷们儿吧，敢做敢当，对人好点，要不然别这么勤勉。还有一个，我不管你跟他合不合适，反正我再跟你说一万遍，我们俩不合适。我们俩为什么不合适？我俩太多理由不合适。你随便说个两三条听听。好，我们俩太熟，没新鲜感，我们俩没缘分。停，这点就完全不符合逻辑。我们俩二十多年里，这就是最大的缘分，天注定的缘分，天注定我们俩要在一块儿，明白吗？你做梦吧你！多说无益。总而言之，我已经正式的向那个屁发出了挑战，我和他战斗已经打响了。打响了你记住，我对你的征程要重新的。毛毛，毛毛，你跟我说说，我到底好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改还不成吗？啊？简单。嗯。换头。哎呀，嫂子，我累死了。我必须得承认，确实会有女孩为了这颗钻石不顾一切的就嫁上去，但是我不会，我希望你也不会。我告诉你啊，什么金钱啊、钻石啊、房屋啊，这些东西都是男女关系的附属品，它都不重要，只有性才是最天然、最远的。哎，你这孩子不懂，如果连这个基础都没有，其他什么都是瞎掰。咱不说这个了，行不行？说说这个，这怎么办呢？这不都扫干净了吗？不是扫干净的事儿。嗯，我怀疑林婉婉现在脑子有问题了，真的，我不蒙你。我看她是知道某些人要出嫁，受刺激了吧？不是，我怀疑她再这么继续下去，她得干出啥事儿来？真的，你没看她今天那眼睛？要不然，你带他去看看病。我有一大姐是开心理诊所的，我到时候介绍给你。他能跟我去吗？他要是真疯了，你能不管吗？过两天再说吧，真是。等一下啊。喂。小乔啊，我是你曹阿姨。阿姨，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吧。谢谢。哎，说起来呀，咱们也是老邻居了。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知道你不是个坏孩子，就是脾气倔，说话有点直，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稳重大方的类型。所以我反对齐江跟你好。可齐江这倔孩子，处处跟我顶。顶着顶着我就生气了，我心话我是你妈还能害你？这事儿赶事儿的，就越来越反对你们俩在一起了。
上次发给你的那个保证书是我逼齐江写的。我想你看了以后肯定就跟他分手了。没想到齐江反悔了。他坚持要跟你在一起。哎，我这个当妈的拿命都拉不住他的心。没办法，认了吧。所以呢，我又仔细想了想，你也没有那么差，所以呢，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才一笔勾销。嗯，你也别记恨我，从现在开始，你呢，好好的跟齐江过日子，咱娘俩好好的当婆媳，啊。你能接受吗？谢谢阿姨。以前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就当我年轻不懂事儿，别往心里去。不过这事儿我还没跟齐江说呢，过两天他们公司有个重要的招待会，我想请你来当女主人。你先假装不知道，到时候穿得漂漂亮亮的过来给他个惊喜，也算我送给他的一个礼物。这是我们婆媳俩相处的第一步，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吗？哎，老婆，我回来了啊！不是，不是，干嘛呀？一进门还来一大拥抱。过来。没喝酒啊？不对，你不烫，你别吓我呀。我今天，你妈给我打了一电话。我妈找你。嗯，行，又没好事。没有，这次跟往常真的不一样。而且我们俩不光打电话了，我们俩还见了一面。不是，还见面了？又干嘛呀？我们俩这次握手言和了，决定今后要好好相处。不是，你别逗我。你说我妈那全世界最难搞的关系，你别闹！你不信，你问你妈去啊。不是，真的。不是真的。真的。不是真的。真的。我去！哎我，不是哎你真的？哎我这太美了！哎呀哎呀哎呀！哎不是你跟我妈说什么了啊？我这，哎呦，你快坐。等会儿，那不行，歇会儿，你跟高说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你快点，我高兴高兴啊！你不说行，反正这是一高兴的事儿是吧？咱现在就去，咱找一最高级的馆，咱搓一顿。行了，我待会儿给你做一顿饭吧，咱别老下馆子了，要不然到时候你妈该觉得我是一败家的媳妇儿了。我怎么能让婆婆这么想呢？呦，哎呦，媳妇儿哟，哎呦，这都叫婆婆了。不是你干嘛？你这。太让我兴奋了，爷！不是，那我妈还说什么了？让你这么兴奋？那是我们俩的秘密，不能告诉你。哎呦喂，嘚瑟啊，嘚瑟！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干嘛呀？干嘛呀？您看上东西。什么呀？起来！哟，这什么呀？这个？这是我给咱们未来设计的家。啊！不错不错啊，这一看就是什么欧式的，对不对？就
这您都看出来了，真不愧是我老公。那是啊，我天天守着这么一美女设计师，我再怎么着也算半个行内人士，对不对？哎，具体讲讲，哪跟哪儿都是。嗯，我告诉你啊，这个是咱们家的后花园。嗯，这个是咱们家书房。你看，你工作那么忙，我要给你设计一个最漂亮的书房，这样你可以多在家里办公。那这是客厅，嗯，然后这是客房，这个呢是我设计的咱们的别墅的外观。哎，媳妇儿，嗯，咱家干嘛要这联排别墅啊？不懂了吧？我想了，将来啊，把你爸你妈都接来，咱们三家住一块儿，那可不是得要一联排别墅吗？媳妇儿太幸福了，我跟你说，继续往后。还有什么呀？嗯，这什么？这是小客厅，这是客房。行了，来了，设计的太棒了！你看，这书房啊，多好，客厅多棒。就是啊，稍微有一个缺点，嗯，我给你稍微修饰一下啊。你想，咱家又没那么多客人，800年不来一回，你设计这么多客房干嘛呀？我也稍加修饰啊，这就 perfect。别给我瞎改，设计稿弄了一下午呢，别给我弄坏了。什么叫瞎改呀？这叫增加一点味道，这叫锦上添花。什么增加味道？刘海是天足啊？你看啊，遇上这个全都不要，对吧？直接就来这。什么呀？这是啊，这都不知道，又是什么呢？是吧？还有这个啊，这是什么呀？小板凳是吧？还有桌子啊。儿童玩具，这得把儿童的因素就加进去，这就叫全活，这就叫完美，这就叫真正的 perfect。哎呀，媳妇儿啊，你看就冲我这张设计图，你不得给我设个十个八个的呀？你当我是老母猪啊？我还给你设一篮球队儿。篮球队儿真不至于，但至少你给我来一个儿女双全吧。哎，你想，到时候啊，咱们事业有成了。咱就带着咱这一双儿女周游世界去旅游去，是吧？然后呢，等咱老了，咱就一块儿哎去山里海边弄一个你这样的别墅，一人一层，全都你设计，全家都搬进来，这就叫做天伦之乐啊！这就叫真正的幸福。怎么样？你想的可真够远的，咱这刚领了证，你把天伦之乐都想好了，真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最关键来了啊！瞅着啊，哎，又画什么呢？看看。太阳光芒四射啊！这就是我们的全家福，美不美？看着是挺好的哈。是吧？我觉得也是啊。哎呀，媳妇儿啊，嗯，你看这设计图都出来了，咱就按这设计完成第一步吧，咱开始造人吧。真讨厌，哎，还没吃饭呢，我做饭去了啊。哎，别呀，别。哎，我这衣服都脱一半了。看个电视。嗯。看这台干嘛？哦，随便看看。欢迎继续收看生活卫视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捧知识大赛。目前呢，我身边的林先生已经在上一环节顺利地答出了50道题目，成功地获取了价值10000元的奖品。
那么在他怎么上电视了？林先生，您可以有两个选择。这孩子真能闹！第一，用什么花样跑电视上去了要？第二，继续冲击我们的终极大奖。我选择继续。不要急哦，如果你要是答对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带着终极大奖和我们的现有奖品一起离开。如果回答错误的话，终极大奖没有的情况下，而且现有的奖品也会宣告作废。请做出选择。知道我选择继续。我去，杨峰啊！那么好，让我们给你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呢有三种，分别是由国际旅行社提供的美国东部海岸全景深度双人游15天，由卡尔汽车公司提供的迷你小轿车一部，以及由美国北特时装厂提供的伊克拉钻戒一枚。请做出选择。我选钻戒。好，如果林先生能够顺利的答对这四道题的话，那么这终极大奖伊克拉钻戒将会属于你。这钻戒干什么使？你也卖不出去。那就应该选择这汽车，去旅游去也行啊。说不定他想送给哪个姑娘。哎，是那小姑娘关在家里住那个。准备好了吗？好，请听第一题。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口号的人是哪一位？这好像最早提出这句口号的是美国第16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回答正确。好，请听第二题。在没有任何检测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野生蘑菇是否具有毒性？这个挺简单的，只要找到一些大蒜和清水，然后找到蘑菇和大蒜在清水中浸泡，如果大蒜发生了色变，变成了黑色的，那就说明这个蘑菇是具有毒性的。回答正确。好，请听第三题。电影演员周星驰的名字有何出处？星爷在银幕上总是那样无厘头，但据我所知，周星驰这三个字其实挺有文化底蕴的。星驰这两个字应该是来源于《滕王阁序》中的那句“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朕一下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你看云南马，你看你挺干净的。林先生，不觉得有点像周星驰吗？其实他有时候他肚子有点墨水啊。不容易，不容易。林先生呢，从上场到现在表现一直都是非常的出色。告诉您一个对您更有利的消息，最后的第四道题呢，比之前的三道题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请听题。一张任意面积的纸究竟可以顿折几次？哎，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纸最多能折几次吗？这么小儿科的问题你还问我？那就是7次。错了吧，明明是9次。什么呀，7次9次那是误传。你怎么知道是误传？可惜我就是没那么大纸给你证明。都证明不了还说什么呀。我坚信就是7次。这道题会难住您吗？很简单的，好好再想一想。我选择7次。回答错。哇，真的是太遗憾了。其实呢，我们把这道题啊放在最后一道，其目的就是为了考察一下我们的选手有没有跟上我们冷知识的更新进度。哎，对不起，那请问是9次吗？也不是。7次和9次呢，都是我们之前有过的答案，但是呢，我们最新的答案应该是11次，而且呢，这个答案是最近已经有过人亲自去证实过的答案。好吧，我回去自己练练。谢谢。好。
在等你。走吧，咱进去说。对不起。你对我这么好，我一直没有发现。你为了给我一个戒指，都跑去做节目了。我看着看着，突然特别感动。我觉得，我一直无视你的这份感情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我哪儿出问题了。现在意识到这种感情，为时不晚。我给你机会，你可以用自己的下半辈子来补偿我。不不不，我先不补偿。我觉得先要解决根本的问题。我觉得我有病，我可能是那次摔完以后，脑子摔坏了，有什么隐性的什么后遗症没查出来。啊。可能会导致我有什么心理疾病。我觉得我心理不健康，我不光是跟你在一块儿，我跟培哥在一块儿，我也觉得我哪儿别扭。我想，不管将来跟谁在一起，总得查出是什么毛病吧，不能害人家呀，你说呢？是是是，但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但你这种勇于面对自己问题的精神还值得肯定的。不是，我觉得我挺严重的，我想去看心理医生了都。我是是是，我知道，同意。要不咱们去找心理医生看看，是吧？咱万一碰到一个高人指点指点你，让你有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的感觉，你可以勇敢地面对了新生活，这不也挺好的吗？是吧？但是我不敢一个人去，我也不熟，我也害怕，好多事儿我也记不住了。我陪你去啊。我什么时候放心过你？我肯定我陪你去啊。那万一要做什么测试啊、检查什么的，我害怕。那我都陪你，刀身火海我都陪你。你干什么我干什么。真的？真的。那明儿见。明儿见。好。哎，进去再聊会儿吧。不了不了，你也早点休息，我也回去好好想休息。咱明天早上10点钟不见不散。好的。好的，别想太多啊，没事。你也是。好好休息啊，别想太多。林妈妈，小乔跟我说，这家心理测试特别特别准，所以你一定要如实回答。啊！我完全来陪你测试的。我知道，关键是你。我知道，我知道，我也会如实回答。你如实回答？你第三题你怎么都回答了？医生说了自己回答自己的，不让我们俩回答，你怎么回答的？我有点看不懂。选 C， 我跟你选的不一样。我起皮了。医生是一再提示我，好好想想看。啊，我不敢，不敢，不敢。你看这动的真好玩。林妈妈，你的结果出来了。虽然你说你有点偏执的倾向，但是呢，从评分来看，你的心理很健康，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医生，谢谢您，您给了我对未来生活新的希望和向往。不可能，医生，你看他这样，他像个正常人吗？这怎么可能是这个结果呢？不不，他呢，这是一种略微夸张的自我表达的方式，并不代表他自己心理上有问题。而且呢，像他这种性格更善于自我调节。
略为夸张，他不是略为夸张，他是很夸张，他夸张的快没人样了，不可能的。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呐。你穿什么呀？啊，至于丁小姐呢？虽然从结果上看你存在某些心理障碍，但是呢，也不必过于担心。我？嗯，对，我存在障碍。心理障碍就是他心里有病，他心里有病。哦，也不能这样说啊。啊，是这样，我们这儿的评分标准呢是分为五个等级 ，A、B、C、D、E。您呢现在是处于 C， 是一个临界值。我 C 不可能，你肯定视听搞错了。他是林毛毛，我是丁大毛。啊，没有，绝对错不了。您平时呢注意一下自己的心理调节，也可以来我们这儿治疗一下。没搞错。评分比你高好多，你看，我们俩差40分呢。妈，不要对生活失去信心。医生说，只要你适当的排遣一些情绪，病会慢慢好起来。我们会加倍的关心你，呵护你，我们不会歧视一个病人。我怎么好好的就会是个神经病呢？我昨天还好好的，我今天到这儿一查是我有病。林妈妈，我告诉你，我知道我病怎么来的，这都来的，都是你折磨我的。我以前挺好的，都是把你折磨的。说露馅了吧？是不是以为我有病，特意骗我来看心理医生？没想到。把自己的病查出来了，对不对？妈，要相信科学，也要正视自己面对的问题。人家裴格呀，逃了也是三代单传，你就不让这样。我不行，还是跟我。我告诉你，我嫌弃你，我有病呢，我嫌弃你；我没病，我也嫌弃你。所以你呢，最好离我远点。你就是一倒霉扫帚星。唱首歌给你听。我不听。千年等一回。上回那个舒洁失厕纸的案子，我想了好几个创意，都不通过。你帮帮我，你有什么想法没有？自己看一看。哎呀，真厉害！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啊 ？C 姐，你看你这回反正也用不着，要不你就帮帮我，给我呗。哎，行了行了啊，开会去。哎，你们开会讨论什么案子？像是那个小聂，丁大姐不是说了不让咱们告 CC， 不好意思啊，丁大姐吩咐的，我们也没办法，别到时候连累了我们。走吧，走吧。不好意思。这次啊，你这个广告创意效果太好了，这播出之后啊，这个市场部反馈销量啊就提升了70%，那真是个奇迹啊，全公司的人都说我们这广告费花了超值啊。真的，您满意就好。嗯，实话实说，我对咱们这个品牌，感情不一样。这应该算是我进创意部实习的第一个 case， 所以放了好多精力在上面。然后现在取得这样的效果，我真的挺欣慰的。而且我先说一句，刘总，今天您能来，我也挺感动的。我没想到能把您约出来，特给面儿。我就实话实说，我想问问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想要
投广告。我们的产品啊非常丰富，这广告投放计划常年都有。眼下呢，我们南国视频就准备有两个项目要跟你公司谈一谈。跟我们公司吗？对。能指定让我做吗？我知道这有点唐突，是这样的，第一个我觉得我有信心有能力做好，第二个我的确也面临到一些困难，我到现在可能转不了正了，我特别想做两单大的 case， 然后能让我继续留在创意部。当然了，您看我的表现，如果真的我做得不好，那我就不要钱。那你要是做得好呢？我也不要钱，我说的是真的。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我明白。我已经这么打算，就算你这次不来找我，我也打算咱们合作的时候把单子给你来做。真的？我什么都不说了，我也不怎么会喝酒。来，那个刘总，谢谢。说起来啊，谢谢啊，这次开心野球的广告创意啊，让我们能看到这个年轻人市场的这个广阔的这么一个前景。你认为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把这个市场啊挖掘得更广阔，然后能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个品牌呢？只有一个办法，这个词叫轰炸，就是我让你在生活任何一个地方无时无刻都见到我们的产品，从完全不知道到这是什么，哦，哪儿都有，这么多人在用，这么多人喜欢，我如果不用我就 out 了。以前我们说在电视、在网上这些硬广投入，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软文的投入，还有其他，包括你像很多的赞助一些真人秀的冠名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比如说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过节了，你像我们可以举办一个情侣的，专门有情侣参加的 party， 因为咱们的糖果本身就主打就是甜蜜嘛，我们可以举办一个叫爱的甜蜜的情侣 party， 然后请一些媒体来扩大知名度。哎，这个主意不错，我得好好想想。哎呀，那 Cindy， 那你太能干了。那顾总那边留不住你，你到我这儿来干吧。如果以后我混不下去了，那就拜托您收容我。谢谢，真的，刘总，真的感谢。我之前给你画的是油画，这次我给你画一套漫画。怎么样，还挺像吧？哎，不，你怎么哭了呢？哎。那个，不呀，你是不是因为我这个画你又产生压力了？你放心，我以后不画了，行吗？我肯定不画了。呀，你可以，你这个画你想要要，你要不想要你就撕。没有，不是，我是因为工作上遇到了点麻烦，跟你没有关系。你画的挺好的。吓死我了！以为我这画呢？你因为工作，你看你至于吗？你怎么还哭了呢？你不至于哭。你燕儿，你听我一句劝啊，这个老天爷对每个人啊都是公平的，你付出的一定会得到回报，它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所以呢，你根本就不用因为工作的事儿就这么伤心，你想开一点，好不好？啊，对了，正好我今天找你还有一个主要的事儿，周末呀，我们那个七九八举办一个画展，全都是先锋派的画家。啊，那个，我带你去看看，放松放松心情，行不行？去，我也没什么心情去。你看看，这就是想不开吧？你要是想把这工作事解决了，你必须要把你的心情，把你的这个脑的神经全部都放下来，彻底打开，放松下来，你才能解决这件事。而且你一定会做得更好。你听我的，到时候我带你去看这个画展，你把心情放松下来，你的事自然就会解决了，行吧？你看，这就对了吧？你。哎，不见不散。哎，那个看着电梯啊。嗯。哎，这个我来拿吧。没事。你真绅士。哎，凤雅，今天买的东西挺喜欢的吧？我都挺喜欢的，早就想出来了。你今天能陪我出来，真好。应该的，应该的。汗呀，你没事吧？啊，可能最近太累了，这都是虚汗。这，要不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哎，别，你好不容易那个能休息，我陪你换几件衣服。来，这，你看这边这么多衣服呢，那边衣服多，走。哎，凤雅，你看这就不错，是吧？这个太艳了，不太适合我吧？你听我的，这特别适合你，穿着肯定好看。这能试试吧？可以的。这边没人，你快！这我穿能好看？肯定好看，你相信我，快！那我在这等着你啊，你帮帮我，别帮我啊！方雅，不着急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嗯，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颜色比较鲜艳一点的小礼服啊？啊，有，这边请。哎，这件不错，你帮我拿下来看。好的。我试一下吧。您稍等一下，试衣间里边有人，应该快了。先生，您怎么了？我系个鞋带儿，您忙。怎么那么慢呀？要不然我一会儿回来再试吧。啊，好的，谢谢你啊。您慢走啊。给你看看这件衣服合适吗？那个，你试完了是吧？嗯。哎呀，感觉怎么样？嗯，还可以。那就行。都打包，包好。嗯，好的。啊，你喜欢就好。对，来，请这边结账。英子。
班了？嗯。怎么了？排位上次那事儿不高兴？没有了。怎么了？没事呀。哎，你这刚刚去购物了？这么多呀？发财啦？要办好几张卡吧？我这是为了正经事儿。过两天我要去参加齐江公司的招待会，这都是给他挣面子用的。哇哦，你真是啊，闲没处啊！我要是齐江他妈呀，我都得爱死你了。你还不知道吧？嗯。这次啊，是齐江他妈主动约我去的。哟，真的假的呀？那你这不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吗？可不是吗？我还说这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了吧。所以我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表现，让他妈看看他这媳妇儿有多争气，多能干。